一场心灵的交锋。就像飞鹰不惧雷霆，用一双翅膀开天破云，守着一份执着，勇敢前行。我们的青春不负那些美好的光景，我们的信念终将融化坚硬的寒冰，我们的誓言能照出世界天平转型，我们的赤诚能看到金色的光影。喂，林局，硬盘破解了，是旭峰跟高昌的内幕交易视频。传他，马上就去。你们让我话拿下来。那也就是说，旭峰故意把他留下来，让我们查。而且这上面说的对，老黄的死，两个亿的消失，你都有责任。几分钟之前见过这个人吗？哦，见过，这是刚刚照片上的这位客人让我转交给您的手机。肖警官，折腾一大圈，你以为你跑得了？否则我怎么和你单独聊天呢？也不能谦虚了，你跑哪儿去啊？我的确是心若不能谦虚，你我都喜欢下棋，不过是你想当一个好的棋手，而我想当一个脱离棋盘的棋子。所以才有先锐科技的虚假繁荣，九字计划是你做的局。这个你也能查到，好聪明啊！你现在如愿以偿了，白少卿的钱已经都转到你的账上了。不仅仅是白少卿，他们只不过是我的劣后资金。劣后？你要杠杆谁啊？一边设局，一边引警察除掉他们，为什么？白少卿他们只不过是小鱼小虾，真正让我恐惧的人还在后面，希望你可以查到。拜拜。等等，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张华的事儿是你干的吗？张华的车不是我撞的，他账户里边的钱是我留给他，给他儿子治病的。再见。喂，时间太短，只能定位到大概位置，在滨海度假区附近。喂，老何，查到定位没有？差一点，时间太短了。不过我已经锁定了一个区域，马上让张天发给你。明白了。赶紧通知夏冰。好的，张婷，马上把定位发给小姐。好的。Thank you.
你确定吗？好，我知道。所有人去海边度假区方向。搜查附近所有的建筑、港口，召回所有出港的船只，结束检查。旭峰死了，旭峰死了，少卿呢？余照呢？那个阿发呢？还在看呢。一个马上要逃的人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下一秒就爆炸了。可信吗？可不可信，明天结果出来就知道了。你去睡一会儿吧。睡不着。如果睡不着的话，就去听一听马世航的陈词。交代了。他旗下的一家公司利用 P2P 公司融资，查出了问题。哦，九字计划呢是旭峰发起的，他想利用这几家公司的资金，用略后做一次高杠杆的融资，然后用这笔钱去收购凯拉科技的股份。凯拉科技你听说过吗？凯拉科技现在很红火，它旗下的产品很多进入到普通老百姓的家庭里头。 KX 人工智能系统价值评估很高，
现在凯拉科技的股票价格正在上升，你们现在收购不会亏本吧？啊，还是那句话，现在不说，到了牢里，再想说就没办法。啊，旭峰拿下了凯拉科技的老总，让我们帮着清理一些股东。就是说，要做空，稀释小股东，对吧？是。说说，怎么分布的？他们让我做第一大股东，拿最高的收益。在投资计划当中呢，利润呢可能实现几何翻番。我总共投了5亿，旭峰拿了2亿，白少卿拿了3亿。还有吗？没了，真的没了，该交代的我都交代了。给他送杯水去吧。典型是说了别人的问题，遇到自己问题就不说了。哎，还有这个。确定没了？啊，真的没了。交代的挺好的啊，怎么遇到自己问题不交代了？我开始问问题啊。基金公司属于三合系，是不是？啊，这个我们已经掌握了白少卿洗钱的证据，现在希望你说说你的问题。没关系，没关系，不说也可以，我们会查到。我跟你说，你今天坐在这儿，我们是掌握证据的，啊！我向你声明一下，隐匿事实证据，从量刑上多加3到5年，听清楚了吗？记下来。您别写了，我交代。成吗？我全交代。想好了要说是吧？啊，说吧。那您把那个画了。先说。哦。让你们洗钱的人是谁？啊，我只知道，他是一个存在了很久的境外的。一个金融组织，很隐秘，而且非常危险。我们不知道他在哪儿，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哦，只知道一个叫龙哥名号的人，是他们的老大。每次呢，他们都会分配给我们相应的洗钱金额，洗白以后，再分别存到境外的账户上。你们的好处是什么？您知道我们为什么叫三合系吗？百家物流其实就是三合系的本部，我们几家呢也是靠这个组织扶持的，当然了，他们也会占有我们相应的股份，对了，我们能接触到的只有百家物流的负责人。别像挤牙膏的一样啊！问一点说一点。旭峰杠杆融资不是像银行融资，再提醒你吗？对，这个九资计划呢，其实是一个主基金，下面有9个子基金，分别投向9个行业。这凯拉科技呢，就是第一个项目，第一笔投资，这个。主基金的控股公司是叫先瑞科技，
是。你和白少卿一起联合旭峰，10亿做猎猴基金。对，剩下的90亿是龙哥独自出的。先喝口水。认识这个吗？说说吧。这个是三和用来转账的固态电子账户，只要拿到相对应的固态电子密码卡，将两者重叠，就可以转账了。全世界多家银行都能够兑现。说说细节。你看，这个金色圈在外，红色圈在内的是1元级。那红色圈在外，金色圈在内的，那就是1000万级。这个筹码里面有多少钱？有多少钱不知道，但是这个是1元级的。哎，这不会就是高昌留下的那个筹码？我听白少卿说，高昌卷走了龙哥2亿多。不就是这个吗？如果说是旭峰转走了境外洗钱组织的钱，那旭峰的死就很可能跟境外组织有关。不，我不相信旭峰会死。你就这么想，旭峰转走了境外组织的洗钱组织的钱，洗钱组织还没把这个钱拿回来就把他杀了，这钱不更拿不回来？这不符合逻辑。小健，我现在关心的不是旭峰的死活，而是你的死活。为什么？就在你跟旭峰见面的那天，郑宇思查获到旭峰的先日科技得到了一笔投资，刚好是2亿。马世航又交代高昌失踪的密赃款也是2亿。那如果说那个筹码就是高昌的赃款账户里面的钱消失了，那就是被旭峰已经洗白了，这2亿元已经转到了先瑞科技。可是肖剑，这个时候筹码在你手上，旭峰是怎么把钱转走的？这我不清楚，我现在也不清楚。曹睿，夏支队，肖组长在赌场被白少卿袭击的那个监控视频已经被删除了，我正在恢复。不用了，既然已经删除了，就不会给你恢复的机会。好，就这样。老何、周慧，你们两个仔细回想一下跟旭峰见面那天的细节，不能有任何遗漏，包括经过你们身边的每一个人。那天我可以取消交易。那作为警察，你可就失言了。我点的是冰的，为什么给我热的？什么意思？不好意思，装错了。你在后面稍等一下。等不了，欺负外国人啊！赶快滚！对不起。你们是吧？算了，不要了。托盘放在筹码上，好像是。这
这个是三和用来转账的固态电子账户，只要拿到相对应的固态电子密码卡，将两者重叠，就可以转账了。全世界多家银行都能够兑现。哎，这不会就是高昌留下的那个筹码？我听白少卿说，高昌卷走了龙哥2亿多，不会就是这个吧？旭峰，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倒真希望旭峰没有死，只有这样我们才有翻盘的机会。老何、周慧，你们仔细回想一下当天把咖啡洒到你们身上的那个人的相貌和体貌特征，做一个虚拟画像，现在就去。是。好。老肖，我是不是上辈子欠你的？你还是想一想，咱们两个怎么去邻居那儿接受批评吧。哎呀，别想这事儿，邻居那儿接受批评怎么？那是我师傅。再说这是为了办案，先咱捋一捋这个逻辑。我现在也不相信旭峰死了，为什么他死了？为什么还留那个条子？是不是？咱得捋一捋。还捋什么呀？也许明天督察就会找你。找吧，他找我也得按程序，对不对？哎，先陪我到现场去看看。走走走走走。哎，走了。说一下情况。目前还不能确定，现在 DNA 无法定居，尸体也已经烧成了焦炭，并且因为爆炸的原因被炸得到处都是。不是，普通一民宿怎么能烧成这样啊？一般情况不会是这样的，但是由于是木房的原因，延长了火灾的时间，而且爆炸把尸体都炸成了小块，所以尸体才会被烧焦炭化。这样啊，再仔细搜索一下有没有什么新的线索，因为这个案子对我们来说很重要。辛苦啊。这肯定不是旭峰。你怎么确定啊？按逻辑上来说啊， DNA 提取不了，你就证明不了是旭峰啊。那不是旭峰又是谁呢？那我不知道。我已经拿到了监控录像，确定是旭峰。什么监控录像？这个小木屋本来是一个渔民做的民宿，周围有监控录像，这个监控录像会实时传到当地的派出所以及他个人的电脑上。现在监控在哪儿？在局里呢，做技术分析呢。赶紧回去看一下。确定是徐峰吗？正在排查，但基本确定是徐峰本人。起火原因是什么？电气起火引起的液化气爆炸。而道爷，方丹，在方丹继续往前，这是什么？有可能是信号干扰，刑警队也就此提出疑问，正在排查。刑警队调查过了，周边的无线电设施特别的多，所以受到干扰也是可能的。暂停，这样，你把刚才所有我们有疑问的地方都把它放大截屏，然后把它放在一个文件里头甩出来啊，随时看。好，小编。视频的真假我到时候去查。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案子很可能被定为意外死亡，毕竟有视频，如果有其他的事情可能会是巧合。你过来。绝对不是偶然，你看啊，
从旭峰手机信号出现在咖啡屋，到我们一路追踪到咖啡屋。小姐，我去这边，你去那边。几分钟之前见过这个人吗？哦，见过，就是刚刚照片上的这位客人，让我转交给您的手机。肖警官，城市的对角，距离很远。旭峰很快的速度就开到了，路上那么多探头，都没有记录到他违法的记录。这一段路上的监控探头很少，我们调取了相距10公里的两个监控，找到了所有的超速车辆。但是没有发现旭峰的车辆信息。换了车。这太牵强了吧。一点不牵强，凭旭峰的脑子他一定想得出来。那他不会是被谋杀的吗？不管怎么样，我现在坚持我的看法，旭峰根本没有死。我要去拜访一下小木屋的主人。好，我来查车辆信息。你谁啊？经侦专案组肖剑，这是我证件，你看一下。哎，我都跟你们警察说了，那个木屋它不是我建的，是我远房亲戚建的。这么跟你说，我现在来呢，不是查这个木屋是不是违章建筑或者有安全隐患，我是要搞清楚你们有没有包庇罪犯的嫌疑。听我说完。这不是一件小案子，啊！你现在说的每一句话，每一句，你说完要负法律责任，你考虑清楚。警察同志，那木屋，它是我盖的。哦，是你盖的？对，真是你盖的？是我盖的。那么周围的情况你肯定清楚？我清楚。木屋周围有监控吗？有监控。除了我之外，有没有其他人，在什么时候来看过？这个监控有，今天早上就有人来过。哎，就是用我的电脑看的。记不记得那人叫什么名字？说是什么海翔证券，是个女的，叫王海丽。对，应该是她。她在这儿看监控的时候，你在身旁吗？啊，那时候我有事出去了。那么就是说，你不能确定她是否。对这个监控视频做了手脚。对，但是警官，这个录像绝对是真的。你为什么这么说？咱这个监控视频是实时传到区里的派出所备案，这不是火灾吗？新规矩。非常感谢您配合。行，有什么事情再来问你。好的，肖警官。好，好。沙发不错。老肖，旭峰的车已经找到了，是海翔公司的用车，在咖啡馆的地下停车场找到的。海翔公司的人已经确定是旭峰本人把车开走的。你那边怎么样了？视频是实时传出到派出所的，造假可能性很小。现在旭峰案子的所有证据已经全部汇报到局里，这个案子的影响很大，我们必须尽快查出原因结案。行，小战。
朋友来的。有问题要问你。请坐。该说明的已经早说明了，你还有什么要问的？你又干了其他的事儿。今天早晨你去哪儿了？这是个私人问题，你没有权利知道。那好，我告诉你，你去了海边的小木屋，并且用了那儿的电脑。我是去了，但我去不去跟这有什么关系？旭峰去哪儿干嘛？王海丽女士，你最好回答我的问题。如果你不回答的话，你就犯有包庇罪、谋杀罪的嫌疑，明白了吗？钓鱼。渔具带了吗？他不用带，所有东西都放那儿。真聪明，因为所有的证据都化成碳了，对吗？你到底在怀疑我什么？现在是我在问你问题，你最好如实回答。刚才看了什么？你太自大了。第一，你现在没有任何文件来让你审问我，我也有权利不答。第二，肖组长，你现在在庭之中就更无权利。但是，我尊重你是个警察。我和旭峰签的第一份合同，旭峰不在了，对于你来说，你可能觉得是个阴谋，会怀疑所有人。可这世界上，不只是你一个人，他的离开。对于我来说，是我失去了他。我去那个人家，是我见旭峰的最后一面。你允许吗？抱歉，打扰了。不过有问题，我还是会来问你。谢谢，再见。白老何，海翔私募的现场这录像和照片都有没有？哎，全给我发过来啊！好，好。
你的公司现在很阔气啊，再也不是富阳渔场那个小保安了。你好，海翔证券。啊，我是公安局730专案组，有点事情想问询一下，希望你能够配合我们。在你们老板的桌上有一台老式的电脑，是586那种型号的，有印象吗？这个，您听好了，女士，如果您说出来的话，你不会有什么麻烦；但是如果你不说的话，你真的会有麻烦。是有一台。在哪儿？前些天旭总托我把他寄回他老家了。明海。对。好，知道了，感谢您的配合。明海，真还不消停你旭峰。喂，玉儿，小叔叔，你快来医院一趟，张华叔叔好像不行了。进来。夏队，您看。云香路40号，什么意思啊？我们去看一下。局长，还在抢救。但是大夫说，张华可能挺。我跟你说，华子在我们这波里面最坚强了，最皮实了，他还得看着小童娶媳妇呢。你嚷什么？走吧。那我走了。彭总嫂子，你跟妈宝宝消失，开始抢救，上下千岁，老不进推。大夫出来了，病人走得很平静。对不起啊，我们尽力了。小童，
泪水不知从何而来，坚强吹散眼中的阴霾，曾经害怕抓不住未来，才让自己漂浮在人潮人海。明天的对错不用去猜，信仰还在原地等待，就算耗尽自己所有忍耐，也不让灵魂渺小如尘埃。如果心是一片宁静的海，总有月光洒在白云外，迷途中忽然想起天来，一路慷慨终将看到美好未来。如果心是一片宁静的海，总有月光洒在白云外，终将看到美好未来，一路慷慨，终将看到美好未来。